三省地区农会农林消灾吼揭牌仪式，啊嘛非常欢迎着拢在座吼咱农会选聘人员，啊各位吼游客啊各位消费者来甲三省地区农会农林消灾啊参加着咱三省地区农会农林消灾一个开幕揭牌的仪式，啊今仔真欢喜。啊，三省地区农会响应着政府的政策，啊，伫今仔日，啊，结合着我身后遮咱青年农民小农，啊，响应着政府的政策，将咱三省优质的农产品做在地在销的一个吼业务的一个活动，一个揭牌仪式。啊，当然啦吼，啊，三省地区农会为着照顾着咱青年农民回乡，甲咱小农。伊个生产个农作物，啊，所以到今仔日为止，咱已经甲二十几位个农户签约，啊，目前已经有13位个农友，啊，已经开始提供着咱只在地，吼、哦，在地采收，吼、哦，安全、新鲜的一个农作物，啊，各位会使看到，对咱后壁这吼展售会内底，就是目前咱三省当季。啊，当季的新鲜的一个农作物，啊，这个我们三省地区农会内底，咱做着严格的把关，让我们这些哈、哦、小地主大对不对？而且咱家青年农民啊，干咱家的小地主这些部分，从在地的食材，哦，免谈多这些销售的管道，也先透过咱三省地区农会农民直销站这个平台，哦，啊，底下做着销售。啊嘛，借这个农民哦，农民的一个销售，这个媒体的这个平台，啊嘛，唔嘛就讲所有的消费者来到三省，来到三省消费，来到三省铁路。